尊敬的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课程进入《弟子规》京句的学习。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探讨到教孝的重要，我们认知到它的重要性了，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把孝道能够教给我们的孩子。老和尚讲经常说啊，中华文化呢，用一个字来诠释就是这个孝字，孝就代表着中华文化，这是我们必须承先启后的，必须继往开来的最重要的精神。那这些教诲我们古人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包含我们师长，几乎每一句都给我们很好的身教。孔子是至圣先师但毕竟离我们2500多年。佛陀是我们的本师但是他离我们3000多年了。而我们最幸运的我们遇到师父上人他能将孔子的教诲，将佛陀的教诲落实，以身作则教导我们了，这是我们很大的福报包含《华严经》当中幕后善财童子53餐，其实就告诉我们，这53餐当中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他们是怎么落实的？举一个例子，企业界被封为神圣的人几乎都只有一个人陈德小时候成长过程到书局里面去看到最多的是谁的书呢？松下幸之助看有没有展开笑容的老师这个就跟我差不多年龄层的假如没什么表情的可能是20多岁30岁。真的，那个印象很深。走到书局里面，他的书摆一面大家注意哦，他人都不在啦。你看那么多人还在看他的书封为什么经营之神可是到我这个年代了，
又出现了一个经营之圣哦。你看，被称为神跟圣啊，那这个用佛家的标准来讲，那是企业界的菩萨了。哦，那宋夏新智，这个稻盛和夫先生跟我们今天讲《弟子规》有关系啊。这么成功的人，他就是做到《弟子规》前面这四句啊。哎，啊，我们举啊，父母教须敬听，啊，他非常听他母亲的教诲，啊，他跟大家讲的时候，说他这一生的成就得力于母亲的教导那他妈妈很会教啊，重要的是他受教啊，哎，他妈妈教给他什么？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啊，每一个老师要教给孩子的，这是不会变的，这是他能够抵住商业界的诱惑，能够成就他的学业、事业、道业，大根大本在这里啊。因为孝亲尊师是大根大本，而且呀，尊师还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他不孝亲了，他不可能尊师了。他提到了他的母亲教导他要有同情心，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而且要长存利他的心，利益他人，这讲的都是儒家的仁呐，忠恕之道啊。哎，又强调了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这是义呀。稻盛和夫给来跟他请教的企业家有一句至理名言呢：“作为人呢，孰为正确呀？”我们作为人，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啊？要对得起良心的行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你看他母亲教给他的，讲道德、说仁义呀。他在书中常常都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感谢呀。所以他的成就。跟我们《弟子规》前面这四句也很有关系尤其是这一句"父母教，须敬听"，他都放在心上他一切行为都会想着母亲的教诲这个他的孝亲尊师的根基扎得很深他每经历事情他都是从孝亲尊师的根本出发，他的自信就不断的在显发出来了。这是地藏菩萨的表法，孝亲尊师这个是稻盛和夫的学处那他的母亲也有我们的学处该教孩子什么？而且稻盛和夫小的时候很害羞胆小，很爱哭。那假如你遇到这样的孩子，
哦，或者是这样的学生，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他以后变成经营之圣呢？那离不开他母亲的真善缘哦，他母亲很会教哦，他母亲是平等爱护他的孩子哦，啊，在那个年代啊，我看生不少小孩哦，啊，那稻盛和夫小时候是这个状态啊，他的母亲都还是非常平等爱护他们。所以，一个孩子，他内心都充满父母对他满满的爱啊，人格健康啊，而且都想着要利益别人，所以他有利他的思想。所以师长是我们的榜样啊，各行各业也有很多榜样啊。所以，诸位同道大家假如自身啊，还有所看到的这些榜样啊，特别能够呼应我们《弟子规》的这些句子啊，也请大家踊跃做法布施可以提供给承德 哦，我们在课程当中替大家广修供养，这个老和尚说，法供养得聪明智慧我们要把法供养变成一种习惯，包含你自己教学，在这一句特别有心得，特别有触动，都欢迎大家把自己教学的情境、过程可以写下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感觉到我们是一个 team work 团队协作有一大群人是我们教学的后盾，那就感觉到德不孤，必有邻了。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都是答应我了好，那我们看第一句啊，父母呼，应勿缓。在《礼记》当中都是指导我们，听到父母呼了，就要快速恭敬的去应对。立刻回答，不能拖延，不能慢吞吞的才回应，这个就不恭敬了。那我们这个感觉到这个老和尚这一句做到众生呼应勿缓。他能感受到众生的需要或者满众生的愿感受到众生的需要，就好像师长去联合国开会，把老祖宗5000年智慧介绍清楚了，这么多专家学者说是理想做不到，师长经历这一件事情了。他感受到全世界的危机不是粮食，不是环保，环境，不是这些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肯学这些古圣先贤教诲了。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了，人心就一偏了。所有的问题、危机才会呈现出来，所以信心危机是最根本的。老人家从这一件事领悟到了，
但是要唤醒大家的信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体会到了，意所当为，要去做。哦，记得师长勉励我们这些弟子们，这个世界乱呐，我们不走出一条活路出来啊，对不起世人了。孔子说的“见义不为，无勇也”啊。哦，那感受到众生没有信心了，而且这其中啊，还要恒顺众生。哇，现在的众生都受科学教育啊，他没信心了怎么办？拿证据来啊，你得做实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别人呢，不容易哦，是个工程哦，是个大工程哦。你真要帮他呢，很多挑战哦。但是要记住，好人做到底呀，啊，不然我们袖手旁观，良心不安呢。啊，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哦，那当然，啊，有一位同修，他最近呢，这个累到呢，心脏有点不舒服了，啊，我就关心他了，我说你呀，怎么接那么多任务啊？你自己在单位里面工作就很重了。你怎么接那么多任务呢？他说：“你不是说了吗？见到了就是我的责任呐。”哦，幸好我提早发现了，不然当他躺下的时候，我就有罪过了，是吧？哦，他一直在坚持我这一句话啊，所以一直成病啊。哦，这一句教诲很好了，见到了就是我的责任了。可是你一执着了，你就没有顾虑到其他的面啊。哇，他的家里人已经担心得要死了，啊，叫他早点睡，他处理事都处理到11点多，隔天要4、5点要起床，你说这家里的人担不担心啊？哎，我们有时候执着一句京剧了，就如入无人之境了。其他家里人的担心啊，都感受不到了。哦，这个可能前世是烈士啊，哦，这个习气还在啊，冲啊冲！哦，我说你得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吧，也要有主次啊。主办圆融啊，你主要的一定是你单位里面的事情，啊，你干了太多公益的事情，然后自己累倒了，啪倒下去了，后面还要人家来照顾你了，而且你表法表不好了，哇，这么积极做传统文化的，怎么倒啦？啊，都要考虑流弊问题的。健康是革命的本钱啊 这些金句都要考虑到，不能抓着一句，其他都想不到了。啊，你要平衡呐，你要顾及家人的感受啊，你在利益众生，却让家里的人每天担你替你担心受怕，这有点怪了。你怎么最近的人你都体恤不到了？你特别能体恤远的人。而且呀，你要看呢，每一件事是不是非你不可啊？
有其他的人可以承担，你就水洗功德就好了嘛。干嘛每件事都要你来扛呢？修行要改性格了，有时候性格里面有逞强的一面呢，自己没有发现呢。以调伏习气为精进呢。哦，这个下莲岛这一句，挺精辟的。好，哦，所以呢，一点热忱、责任心都没有的，他要多干呢。你有热心过头的，要收一收啊，平衡平衡啊，过犹不及呀。我们的心随时在练这个啊，要不太过了，要不不及了。我们是要练中庸之道啊，做什么事情适中，啊，合情合理，合法。好，那当然都要在境界当中练哦。哦，比方这个啊，像有同学就问了。啊，哎，我有学业的责任呢，啊，但是我也有兼教小朋友的课程呢，啊，我说你毕竟是学生呢，啊，你大学或者研究所的课业，你要保证住啊，这是你的本分呐，那你还拨出时间来去教小朋友，那很可贵啊。你肯付出但是他说：“那我假如遇到了，啊，我做 PPT 呀，那我做到95分，那可能我课业就顾不了了，哎，但我做到75分就好了，我的课业就顾得到了。你这个都自己要去权衡呢，拿捏好。”你不要的干的这个那个完美主义都出来了，执着点就现钱了，这样就不好练这个心呢，不要过不要这个练心啊，大学这四句啊特别好啊，身有所忿至，不得其正。不要有情绪哎，我们修行的人也很容易有情绪呀、做好事强势就是情绪了。做好事不能强势，做好事要柔和直指啊，还得顺势而为，恒顺众生呐、这个心呢，都不要出现执着点，不要出现贪嗔痴慢。你看，身有所忿至，你有情绪上来了，这不得其正呢。你做好事不能强势，你做好事啊，也不要因为别人不理解就很难受了，很难受又是情绪了。其实这里面呢，还是有嗔呢，怎么都不理解我？孔子告诉我们，而且是第一句就教了：人不知而不愠啊，不亦君子乎啊？不患人之不己知，人家不理解我不难过。我们做什么事是觉得应该做的，又不是要求别人认可我。
因地不争，果招迂趋。我们因地不争呢，才会感召来这些烦恼了。哦，当然我这么讲是严以律己了哈。啊，对别人不能这样啊，对别人要多理解别人的感受啊，宽以待人，这个法不能用错了啊。啊，那身有所恐惧，不得其正；啊，有所好要，不得其正。你太喜欢了，有时候做过头了，没有顾及到其他的面了。哎，我们也看到我们修行了，很容易挑境界呀。喜欢做的事就拼命做啊，不喜欢做的事，重要的也逃避呀。哦，那他喜欢做的一堆人赞叹他，越赞叹他，他就越做，他就在境界当中，分别执着心在挣扎，自己不知道。所以会修行呢，常在念头当中看有没有分别执着，有没有贪爱。有没有用错心呢？啊，最后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你只要做事过程当中有担忧了，这个心念就不对了，要关照到自己的心偏在哪里，去调整。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好，所以。佛法也不能止啊，哎，哦，所以刚刚说的这个看到了就是我的责任，这个心境是可贵的啊，但是不能忽略了其他的面啊。哦，那师长遇到了联合国这些专家学者，都对5000年文明啊，觉得是理想做不到。信心危机，好，那师长有关照到现在众生从小就学科学，哎，老人家这一念呢，我们学到了没有？就是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学生的心，学生的成长背景，哦。他们都是学科学的，他的思想状态是这样。哎，这个也是患不知人也。我们当老师的在那里，哎呀，你们要理解我啊！你知道我付出多少吗？哎，这个都在 complain 呢，学生也会觉得，嗯啊，对，老师很辛苦啊，听起来感觉都很有压力呀。强迫别人要感恩，哦，这个也起点效果啊，但是会给人家压力了。啊，你要做到是他的感恩心自然流出来了，那个会像泉水一样啊。啊，我们是有一点像地下水，硬把它抽出来。哦，还是用泉水比较好，自己涌出来了。这个啊，让我想到啊，我们开吉法师2016年底我们办了一个培训呢这英国汉学院第一届培训扎根班培训的。哦，当时开吉法师报名了，报名考汉学院了，结果他在课程当中啊，他最认真，全班他最认真，全班他流最多眼泪啊，因为那个课程当中最核心的孝亲尊师。
尤其这个尊师的课程很多啊，哇，老和尚的课程他哭得稀里哗啦的，哦，那整个善根呢，都涌出来了。他十几岁就跟着老和尚学了，啊，那时候已经经过20多年了，20年了，点点滴滴，突然在那个课程当中，都显现出来了，他自己有分享给我们听了，那个不是老和尚跟他说。我付出很多嘞，没有，是他自己涌出来的。什么事情啊？我们要道法自然啊！道法自然是什么？神聚目断，眼低石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就是那个意境了。哦，后来他很认真哦，考雅思哦，考了几遍哦，啊，因为师长叫他做的事，他就尽全力了。后来考上了，啊，结果呢，老和尚说，现在身边缺人，啊，你来我旁边服务吧，嗯。大家要知道啊，不在结果上啊，在这个过程啊，他的心境提升了，哦，所以他提升到一个程度了啊，他这个程度适合到师父旁边做秘书了啊，汉学院不用去读了，哦，一切都有佛菩萨的安排啊，哦，你看许俊医生。啊，他又去考科考，结果救了很多人啊。后来赶去考试，迟到了，人家门关起来了。大家想一想，好事还是坏事啊？最重要是心呐，心用对了，都是佛菩萨加持安排了。好，不要产生一个执着啊。啊，师傅怎么这样呢？你不是叫我去学，我考那么多次了。哦，那这个开基法师师傅让他去，他就去了啊。他没有我那么复杂，想那么多了啊。人家也是啊，老师命，行勿懒啊。老和尚命令的，赶快上任了啊，去办事情了。好，哦，所以啊，这个我们当老师的，这个想别人理解呀，那也是一种烦恼。这个我们自己呀，都要关照到。好，哦，所以师长他理解到学生的状况。啊，我又想到一个场景了。啊，有一次啊，老和尚在新加坡，啊，刚好出国去啊，然后飞回新加坡，隔天给长随弟子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呢，结果一开始啊，老和尚就说了。啊，我昨天坐飞机回来啊，在飞机上啊，我看到我旁边的小朋友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打电动玩具呀。啊，接着老和尚啊，告诉弟子们呢，这个是你们以后要度的众生呐。告诉我们这些随着他讲经的，要学着讲经的这些弟子们，哎，你们了不了解你们以后要度的众生是啥情况啊？哦，所以我收到一位
幼儿园的老师啊写来的问题。他说：“我都有教这些孩子《弟子规》啊，怎么他们还是很浮躁呢？”你教《弟子规》才教2节啊，他打电话玩具打了3年，是吧？啊，杯水车薪啊！你用一杯水要去救那个整车烧起来的这个火啊！你这个水是没错了，是真的有作用啊，但是量还不够啊，你不能着急啦。好，所以你今天能了解现在孩子他成长的情况啊，可能老师本身就不会那么着急了。哦，就像农夫，他最能感受自然的规律了。啊，他看到一亩田荒耕3年了，他绝对不会想3个月之后我要有很好的收成了。啊，老师也是可以比喻成农夫啊。啊，是耕耘学生的心田呢、啊。哦，那孩子这一亩心田现在是什么状况啊？我们也是客观了解我们就不会着急了，我们会很有耐心的。其实啊，教书的人如何面对任何境界，最关心见的。是他心的素质他心能够以平常心去看待这些事，这些事对他都没有障碍。但是他以得失心去看呢，以急躁的心去看呢，甚至以指责的心去看呢，哇，那他可能每天情绪就起起伏伏。所以师长说，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这样的法语啊，不容易讲出来哦。这个都是老和尚自己实修过来的领悟哦，都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处，甚至是心猿隐微处啊。下心地功夫，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恕道。别人现在错的行为啊，一定有他的家庭因素、成长因素，所以是正常的。没有那些因，他今天不会变这个果。什么事都离不开因果，因果是自然法则，所以他这样是正常的。但是我对的也是错的，因为觉得自己对，就有高下见会产生，自己的真心啊，就被这个念头给障碍住了。我们要在境界当中练清净平等觉，我的心不能有贪求，我的心不能高下，要平等恭敬。我们当老师要在。教学当中自爱哦，爱自己的性德哦，随顺觉正境啊，随顺爱心哦，不随顺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师长这一句法语就是中恕啊，我对的也是错的。严以律己啊，从念头要求起啊，念头都不偏，言行不可能偏的。我们教学一句情绪的话出去了，一定是心先动了，才会有情绪的言语出去了。心没有情绪，言语不可能的。所以身口意啊。根本还在意呀！《无量寿经》教导我们，落潮作善，云何第一呀？
我们积德行善，什么排第一啊？大家看到这一句经文，有没有眼睛瞪大一点呢？第一呢？第一功德啊！当自端心，当自端身呢？耳目口鼻，皆当自端呢？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尤其这个端心呢，心是根本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心念能随顺真心呢，我们就要克住妄念邪念，克念作圣了。应主教给我们的方法，怎么克念？因为每一天的境界万境交集呀、怎么下功夫？应主很具体教我们：眼子之事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还有非礼勿动。这个动就是不能起心动念的，不能动。邪念了，不能动情绪了。真只是三省人能够无日三省吾身呢，他的观照力啊，就越来越强。本来自己发脾气了。这个发出来了，才关照到。关照强了，慢慢，这个情绪一起来，自己察觉到了，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调伏掉了，他就不会发出来了。比方说，这个看一个人生气了，以前要气3天，现在气1天了。再继续用功，半个小时之后就转过来了。这个都是真只是三省啊，这种反省能力不断提升的。衢薄欲寡过之非呀。其实这个最重要的精神，不能知少而主。要日日新。有时候，别人提醒我们，你这个要再注意一点。我们可能接一句话了，我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我以前那个更严重啊。一个修行人能不能这样回别人的话？那就关照不照了，台阶是别人给我们下的，不能自己给自己台阶下，那这就不是真干了。什么叫真？一毫自欺，一毫夹杂，即非真。下莲居老居士教的。什么叫干？一毫懈怠，一毫自恕。什么叫自恕？自我宽恕啊，自己给自己台阶下来。我很不错啦，我改很多啦。人家下次就不一定敢讲我们了。旁观者清啊，我们要创造这个家庭跟团体的氛围，是人家随时敢讲自己呀。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好。哇，那大家看呢，老和尚的一句法语有协助哦。老和尚面对一件事情的心境，都是我们的学处啊。所以，我们听经啊，要会听啊，要听得深入啊，可以听到是老和尚的知己呀，老和尚的知音呐。那他老人家的心法，你就都学到了。
有耳听，有心听，还有神听。神教古人呢，神教老和尚啊。哦，那到时候老和尚拿出一朵莲花，你就笑了啊。哦，跟禅宗差不多意境了啊，莲花微笑。好，那老和尚确实啊，他的做人做事啊，是我们的学处。他体会到众生的情况啊，他没有信心呢，你一定要做实验给他看。这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到西呀。哎，那做实验，证明传统文化管用了，大家就有信心了。所以后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因为刚好承德也有一点福报，参与了这个因缘呢。不到几个月，3个月左右，民风就开始变了。计程车司机在他的车上会看到打回来的洗脚水了。那离婚率、犯罪率。快速下降了，做了一年呢，更明显了。一年之后啊，老和尚刚过完年了，就到中兴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主持了，然后呢，我拿着麦克风啊，就很紧张了。你看，得失心还那么重，一点功夫都没有，是吧？自己的师父来了，这么亲切的事情，有什么好紧张的？所以我印象深刻，拿着麦克风还会抖啊，所以没啥功夫。老和尚第一句话，我们到庐江来汤池镇，这一年左右啊。现在有这样的一点成果啊，这都是佛菩萨加持啊，祖宗的保佑啊，政府的领导啊，百姓的配合啊，任何人都不能邀功啊。哇，你看老和尚这机会教育点抓得多准啊！你看你做出一些成绩来。哎，还有其他的地方来参观呢，每一个人一见到你就可以赞叹恭维了，八风吹过来了，动还是不动啊？哦，你看老和尚抓住这个机会点，第一句话很严肃的把这个真相讲出来了。我自己的感觉，咚，当头一棒了，这不是人的功劳啊！谁还敢邀功啊？况且啊，我们做事情应该是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的心呢，去做才对了。那这个实验在老和尚的教导，在他老人家的威德，能做成了。那这师长也是表演，父母呼应物还，给我们看的；众生呼应物还。那老人家我们见老人家的时候，老人家都已经70、80岁有时候比方说到泰国去。都有一些会议行程，但是刚好有同修邀请，老人家有时候宁可牺牲自己的休息也去应
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众生的渴求吧。这众生呼啊，应五环的，包含2020年1月份呢，到马来西亚过年了，老和尚已经94岁了。看到这海外的华侨，这么认同文化，这么盛情邀约，老人家。那时候体力啊都不算太好了，都来硬了。当然，老人家这一份苦心啊，让马来西亚的这些同修们都有感受到啊。哦，所以老人家这个离开之后啊，这个全球啊，对一条龙最积极的，我的观察了，不一定准啊。最积极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我相信老和尚都有考虑到啊。老和尚80岁以后啊，到马来西亚几乎每一年都来，有时候还一年来2次的都有啊。其中有一次我是亲身看到的，哦，一看到校长职工会这个华小。校长老师这么支持传统文化，邀请他来办一个论坛，老和尚就飞过来了。为圣教啊，老和尚是不遗余力呀、啊。这也是祖宗呼啊，应勿缓呐、啊。老和尚说："我牺牲生命都要把传统文化传下去啊。"文化若失传呢，我辈何以见祖先呢？我们没有尽力去做啊，去看到祖先，不好意思啦。好，这个父母呼啊，这边呢，承德要再补充一下啊，你父母呼，你尊重父母啊，当然要赶快回应。老师呼，也应勿缓，要赶快回应了。啊，领导呼，应勿缓呐。啊，你这个五伦关系当中，我们都要有恭敬心来对待啊。包含啊，你太太在厨房里面忙，有紧急情况。太太呼应该怎么样？也要应勿缓，都要体恤得到。再延伸开来这个医生呼应勿缓，医生命啊，行勿懒。这个好的医生帮我们服务了。我们不能糟蹋人家的辛劳啊！要尊重专业呀、啊。叫我们不能熬夜就不能熬夜呀、啊，叫我们不能吃辣的就别吃了啊，因为在调脾胃了啊，还忍不住继续吃，这个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一个金句啊，你把它打开来，用在很多地方的哈。那父母命，行勿懒。我们古人的例子很多啊。这个古人不止没有懒呢、啊，父母命。的事情，他可以忍辱负重一生呢。我们看司马迁，他受到宫刑了，士可杀不可辱啊，他忍住了，因为他父亲交代他要成就一本千古的名著啊，
把一个史册写出来纪传体的史册，史记出来了。他继承他父亲的志业。你看接下来《汉书》，谁写的？班固啊。可是他的父亲就开始了班超啊。再来班固啊，接下来他妹妹呢，第一个女史学家班昭啊，而且女教啊也是班昭传的。你看他们兄弟姐妹这一句"父母命，行勿懒"做得好。在24孝当中，有梦中哭主啊，这个24孝啊，我重复看过很多遍，我感觉啊，每一次看，这个味道更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呢？越看越有味道，那就是这个影片呢，它称性。所以我们每天读《无量寿经》啊，每越读越有味道。跟学知识不一样请问大家，你有没有看报纸？看过一次之后说："哇，好好看，我再看一遍吧。"我这一辈子好像没有听过人家看报纸看第二遍，因为那个报纸没有这种摄受力啊，称性的经典、称性的故事、称性的影片，我们重复学习。而这些古人呢？的故事，我们能讲给孩子听啊，你就等于找了几十、几百、上千的古圣先贤来你的教室护持你了。你这个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就变成你跟孩子的共通语言了。改天发生什么事啊，跟这个故事意境很相近。心境啊，很相近了，你马上就同学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上个月讲的梦中哭主啊，你看这个梦中哭主呢，他父母命行勿懒啊，亲所好力为具啊。我们这个同学也是这样哦。你看这个圣贤人的风范，又一次熏染了他，熏蚊成种啊。这个风范熏几次啊，就入他的心了。当然你假如教高年级的给他讲德育故事，还可以用文言文来讲。他的文言文就开始积累了。大家要知道啊，这样的文章不好写的，是吧？不到100个字，要把一个圣人的德恨、心境、事迹把它讲清楚，这样的文言文功力也要多强啊！而且后面的点评呢，那是以这些圣哲人的智慧的高度来点评。哇，有时候一看就觉得，好像对这个故事的领会更深远了，甚至于都点到自己的惭愧心都自己流出来了。好，三国时代，吴国的孟宗，也是孟子的后代他在江夏这个地方。他年纪小的时候啊，就没有了父亲了。
那在这种背景，会影响他的心境。万法因缘生呢、啊。他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啊。他的母亲年纪很老了，而且还生病了，病得非常厉害。然后啊，失损呢，主根死啊，突然想喝一点笋子羹汤啊。大家要知道呢，病得很重的人是没胃口的。突然想吃什么，大家可以了解啊，梦中照顾着自己的老母亲，老母亲突然想吃什么。他当然想一定要弄给母亲吃啊，好不容易母亲想吃东西呢，但那个时候是冬至啊，哪有笋子可以挖？哦，那梦中没有办法，跑到竹林里面去啊，你看双手抱着竹子啊，不知不觉。这个两行眼泪啊，这潸潸落下来。哦，那这眼泪应该都滴到这个竹子上面去了啊。哎，结果啊，你看，孝悌之志啊，通于神明啊。你看竹子，那个竹树也很高了。比人高的这些植物啊，就有可能有神明住在里面了。孝能感通啊，所以他痛哭之后啊，这样的孝心感动天地啊，一回啊，这地上就裂开了，就长出一些新竹出来了。长竹笋出来了，哦，那梦中看得很高兴呢，拿回去啊，做了笋羹呢，给他的母亲吃啊。大家听故事啊，要有立体感。今天你是那个妈妈啊，当你看到这一碗笋羹的时候，高不高兴？你去哪里拿来的？你看，当下这个母亲也是被孩子的孝心深受感动了，啊，吃完之后啊，他母亲的病啊就好起来了，这个都是感应哦，所以当时候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啊，邻里乡党知道了，都说啊，这是梦中的至孝感动天地的结果了，哦，那这个。德育故事后面就说，评语就写到了，你看脾胃既衰啊，饮食无味啊，没有胃口了。呕湿一物，这个病重的人突然想吃什么东西呀、啊，是异常甘美啊，就会越来越想吃那此病人之常情。况老而病笃乎啊！这个病人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他是又老又病得重的人呢？那这个，但是呢，他想吃的时候又是冬月，笋从何来啊？所以中之枯竹非起灵于竹也呀、啊。他只是伤心啊，他并没有哀求竹，要给他竹子啊。但是竹亦孝灵啊，已经感受到他的孝心了，有感应了，竹笋就长出来了。所以情到至处啊，一个人那种孝到了极点呢、啊，不可以横理侧度啊。
不可以横理彻度者啊，每如此啊。哦，好，我跟大家讲到这里了，不可以横情彻度啊。你看，古代有一个人很孝悌呀，我一下想不起名字了。一个男的，结果他的好像是他哥哥的孩子啊，就剩这个命根了，他得把他养大。这个孩子在襁褓当中，他怎么喂他？他是男的，你看他那个至诚的孝悌之心啊，感通了，他可以给这个孩子哺乳了。哦，所以这个。这些德育课本里面的好多故事啊，不可横理彻度啊！只要自己的至诚心能达到这个程度，都能感动啊！好，这个是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啊，要我们学好啊，教导我们，必须恭敬啊，聆听啊，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啊。师长是老师教啊，须敬听啊。你看张家大师教他，我今天跟你讲六个字。你回去做6年，哦，当然这一段也有我们很多学助了啊，你看每个故事都有教学当中的学助啊。首先第一个，张家大师，他都等学生静下来了，他才给他讲。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不要急着讲课啊。有没有观察到孩子的心静下来没有啊？你在那里拼命讲，底下的氛围非常浮躁，都左耳进右耳出啦。哦，当然你也不能学相哦，你学张家大师的相啊，一进教室半个小时不说话，我看底下通通都睡着了。哦，也要应激哈，原理原则掌握啊，但是不能死搬硬套。啊，所以学老祖宗的东西要活学活用啊，不能着相啊。你看一个会教，一个会问。看老和尚说，我知道佛法很好，有没有很快契入的方法？哎，你说这个是？学生会问了、啊，告诉大家的，你假如现在问到学生都不会问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还要延伸到这里来探讨了，不然呢，我们一看到学生不会问了就卡住了，你看人家老和尚很会问，你们这些学生都不会问，说实在的了，我们自己会不会问才重，才是个重点啊，我们的身教都没有啊。哎，所以呢，学生都不会问，老师要很会问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啊，好多都是带我们问哎，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从哪里下手啊？这不是带我们问吗？或者，假如你用功了还是没效果，怎么办呢？这些设问，把我们的一些情况问出来了。那老和尚带众生问，我们要不要学呀、你看老和尚的带众生问可厉害了，为什么？老和尚对着一个摄像机讲的。
他都要能感受到众生可能在听到这些义理的时候，会不会延伸出什么思考，或者延伸出什么困惑出来？甚至也会延伸出什么执着点出来没有？他都得要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补一下，不然众生听偏了怎么办呢？有时候他讲了呢，众生还会偏呢，更何况没讲。哦，你看有一个弟子跑去了，老上啊，我工作辞掉了，啊，我家里的人我也都放下了。老和尚，我现在怎么办？啊，老和尚说：“我叫你心上放下，我又没叫你事上。你看都交代了，还有人这么冲动冲过来了，更何况是没有提醒到啊！哇，所以现在教学啊，得考虑得更周详啊，不然到时候遇到天兵天将。”哦，这个是用闽南话讲的啦，就是你遇到那个少根筋的学生哦，那你不讲的全面仔细一点，他可能就出现状况当然，真的看到学生出现状况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还是我交代的不够周到哦，那我们就会练到最后啊。可能练得跟孔明差不多了啊，哇，什么都考虑的方方面面，连借东风都可以考虑到，这都是练出来的。哎，好，你看老和尚张家大师教他的，他认真做了。这个方东美教授教导，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用一辈子去实践的。哎，李炳南老师把汇集本交给老和尚，父母命啊，行污染啊，一生去弘扬。这个父母教须敬听啊，我们先讲到这啊，父母责须顺承，我们犯错了，父母责备我们，应当顺从，并且承认过失啊，不可忤逆他们，让他们伤心了。啊，你看这个解释很好啊，承德现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弟子规》简说，这是王明荃老师做的，这都是我们修学的前辈啊，李炳南老师的学生呢，台中莲社有很多教育的。前辈留下来的经验资料，这伴你成长啊，这个都是老师们留下来的，德不孤必有邻啊，我们有眼前的 teamwork 是吧？我们以前这些前辈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啊。陪伴我们教学呀，你看老和尚都有我们那么多学处了，所以我们挺有福报的这么多前辈包含古圣先贤，都可以跟我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像这一句啊，父母责。须顺承，那我们来看一个榜样啊，元朝萧道授，其实我们在看，
啊，一个圣哲人他的孝行的时候啊，其实这里面就含有好多句了，他不会单一一句而已了，啊，因为他的行为一定跟这些教诲相应的，啊，他妈妈80岁了，啊，他奉养父母啊，啊，非常符合礼节。啊，做得很到位，叫尽力尽力，啊，尽心尽力的尽，就是做得很到位了。啊，每天早晨起来，啊，他到母亲房门前等候母亲起床。他们夫妇亲自啊，这个端洗脸水给母亲灌洗。这个。晨则省啊，日三饭呢，必事母食，然后食，这个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啊，看到母亲吃了，然后才吃。啊，到了晚上呢，啊，一定啊，侍奉母亲呢，啊，都睡好了，这个夜眠迟啊，不是熬夜的意思，啊，是侍奉好父母了，自己才去睡，迟父母休息，侍奉好父母母亲啊，有时候。他犯错啊，母亲生气了，要处罚他。萧道授啊，都是亲自进帐啊，把家法拿出来，好，然后伏地，恭恭敬敬啊，接受责罚。你看这个顺，须顺承，这个顺字，你看他做的这个动作，伏地以受，啊，杖足。母亲给他责罚完了，母命起乃起，母亲没有叫他起来，他还是打完了，恭恭敬敬趴着，起父再拜，母亲叫他起来了，接下来他做什么？给母亲礼拜，代表什么？感谢母亲的教诲这个是承啊，须顺承，承接了母亲给他的教导，然后那个鞠躬也代表什么？给母亲呢，再一次啊，谢罪，自己犯了这样的错啊。然后呢，鞠完躬了，站在母亲旁边，拱立左右，四色喜乃退。等到母亲的脸色有喜悦了，就是没有生气了，才敢退开来。你看他每一个动作，他的母亲有没有感觉到他的态度啊？有啊，所以母亲也欣慰了，很受教，他才退了。你看古人接着说了，《论语》云呢，事之以礼呀，你看跟父母应对，这个礼敬啊，礼者敬而已呀，这个敬都会展现在这些生活的动作、应对进退当中。藏之以礼，祭之以礼所以人子事亲呢，当始终敬礼就是这个恭敬心都保持住，须臾不可离乃道授必至敬藏，伏地以受
命起乃起，起复再拜，然后尽谢为教，就是谢罪啊，哎呀，违背了您的教诲了。拱立左右，涉喜乃退啊，这些动作是敬礼之至啊，敬礼敬到了极致了。入之以为好礼者法，把这个故事记下来，以为我们后世好礼的人一个很好效法的对象。大家要看哦，这萧道授这么侍奉他的母亲呢，当他遇到好老师的时候，他会不会这样侍奉老师啊？你说一个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他不掏心掏肺教他，我看不可能。因为每一个老师他有使命感啊，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要有传承的人啊，不然他对不起古圣先贤啊，对不起祖先啊。那这个父母则须顺承呢？我们也想到这个父母啊，责的时候啊，也是要很有教育的敏感度，教育的智慧啊。孟母除了三千的智慧啊，昔孟母择邻处。环境对人影响太大，好，所以要找好学校。当然大家不要一听找好学校又执着在这一句而已了啊，你不要找一所好学校造成你家庭革命啊，到最后说是陈德说的啊，哎，这我得补这一句啊。你大家要知道，家庭教育啊是基础啊，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啊。你不能要顾学校教育，把家庭教育都给搞得家里不和谐了，这个有点太强求了，出现执着点了。你要有信心呢，你自己做好了。你的孩子做好了，你的另一半啊，你的家里人就更认可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今天前面强调了，水到渠成啊，瓜熟蒂落啊。你太着急了，会适得其反的。好，那《三字经》下一句讲了：“子不学，断机杼啊。”那孩子当然知道要织一步步多久啊，你看他妈妈那个动作下去的震撼他的心灵啊。这个机会点你看他孟母抓得多好，然后就告诉他，你看你学习荒废了，就像这个布断了，白织了。我突然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影像我记得我第一年叫班主任呢，当班主任结果学生呢参加跑步比赛我学生里面呢有一个100多公斤的学生呢，他还参加接力赛呢，因为他跑的也不慢呢，结果我们班跑第一名哦，结果到他的时候啊，哇，他真的很拼命跑，结果啊，那个走道上有石头，他给倒了，哇，大家要知道100多公斤哎，砰下去哦。更震撼的是什么？
他居然爬起来啊，继续跑啊。然后交棒交给下一个人，他铁定有受伤啊，那么重，结果呢，我们第一名就没回到教室啊，你都可以感觉那个气氛呢，他是众矢之的了，每个人都，那个表情就都是他害的，都是他害的，哎，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当老师的机会教育点出现，我这个时候就要讲话了。你看，大家都为了要得奖，你们都没有感觉到一个同学他的精神，他多尽心尽力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跌倒马上爬起来？所以你看，你们有求了，都不是真心了，都看不到朋友的不容易。那你老师能抓住这个点，他同学们的心态就不是在这种得失当中了，他能调整自己的心呢。所以《礼记·学记》讲的"当其可之谓时"啊。就抓住一个机会教育点。好，那我们看这四句有身教，从我们做起来，还有这么多师长的榜样，古圣先贤的榜样，包含稻盛和夫的榜样，说不定你的学生里面以后有做企业家福报的孩子呢。哎，你现在就把这个榜样介绍给他了，再来言教，哎，那这也是我们老师抓住机会点引导啊，刚好有同学们很孝顺的事你听到了，是吧？你能够讲出来，你看那个被你赞叹的学生，可能他很穷哦。可能他成绩也不怎么样啊，一下子你的称赞就让他的信心上来了。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设问，你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设问，同学们，这个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假如是你，你会这么做吗？你看一个问，就让孩子去反观自己当下自己的心行的情况这教学不能都是灌输的你灌输到最后，孩子不会思考了。导而浮谦，强而浮易，开而浮导，都是用引导的我们看这个王老师王明娟老师，引导孩子，哎，我们不妨自我反省一下，每当父母叫唤我们的名字，要我们帮忙洗碗、扫地、做家事，跟孩子的情境结合上了。我相信这一句话讲下来，每一个孩子他的脑海里都浮现家里的状况了。或是教训、责骂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回应的呢？常常见到很多孩子，他也没有说你们都是这样，没有。常常见到很多孩子，不是推脱要读书啊，就是沉迷在电视啊。电动玩具中，父母叫唤很久了也不理会，还嫌父母啰嗦。想一想这样是读书改变了气质，还是读书助长了傲气呀？读书
养成了懒散的态度呢？啊，那不是越读越糟糕啦？啊，闽南话说的，读书读到背后去了。林则徐先生说的“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啊。”哦，你看他的引导，这些不好的言行，都是在无意中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心中对父母不重视，啊，没有细细去感受父母亲对我们无微不至的付出。你看，他顺势引导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言行？因为我们没有念父母的恩呢。啊，少了感恩的心啊，总认为父母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哎，那分析孩子自己不对的心态，让他去关照啊。啊，轮到父母要我们帮忙做事的时候，就表现出不在乎了，甚至故意惹父母生气了。啊，一个不会替父母亲，一个不会替最亲的父母着想的人，你想他能体恤别人，替其他的人着想吗？啊，那这样的人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呐，哎，他对父母都不孝顺呐，也没有一个团体会来帮忙他啊，必然处处遇到障碍，时时感到痛苦啊。结合到他当前来，分析他心里偏颇的地方，还引导他你的现在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未来，你要去考虑清楚，你这些心会偏掉哦。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啊！你这样的心念会有福报吗？福田靠自己的心根哦。哦，你看，包含这个王老师后面的，孝顺父母不是一句“爸爸妈妈我爱你”或者送个礼物、送一朵康乃馨就是孝顺哦。《弟子规》这四句规矩，看似平常无奇，但是如果我们认真依着这段经文去实行，那带给父母亲的宽心、放心、快乐，可不是有形的东西呀，可以媲美的。哦，所以俗话说啊，子孝父心宽呐。哦，父母有孝顺的孩子，心里头天天都会感到宽慰又心安呐。你看这个引导，啊，让孩子体会得更深，而且懂得具体怎么去落实了。哦，所以师长说，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然后让每一句经文都是这么引导我们的。我们现在自己当老师的，我们也引导学生把这些句子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哇，你就培养出一个解行相应的学生了。哦，这功德无量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